那么各位呢，您进到我们这个白板之后啊，您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如果万一各位有问题的话，您可以在这边使用。那最简单的，您可以在这边直接打文字，这个是大家即时互动的。那各位进来不用担心，23个同学有没有发现，每一位都是未曾见过面的，大家进来都匿名了哈，所以你打什么没有人知道好吗？除非你故意要跟人家知道我是谁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写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哈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就用打字的。那么第二个方法呢，有些人比较会画图，所以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涂鸦，对不对？当然你用其他工具也可以了哈，你想用这样子的也 OK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如果万一你是属于什么，哎，不是软体操作，你有画面上的问题，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画面抓下来。好，把这个画面抓下来。比如说，哎，你进到这边来了，那你不确定到底该怎么进来，怎么使用。好，我就把这个画面抓下来，Ctrl 加 V 贴上，这样是不是也是可以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大小我就会帮你调整一下，适当的。好，那你直接拿网络上的图片也是 OK。好，你就按右键复制，一样都可以贴进来。这样的话呢，各位如果待会有问题，我就会过来这边看一下。哎，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不好意思举手，或者不好意思打断我正在上课，你就在这边留言，我待会都会过来看，这样 OK 吗？